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们平常呢都比较喜欢在工作的间隙吃一点小零食，有一种呢，这种零食我比较喜欢，就是黑芝麻糊。在国内呢，我也吃过很多的黑芝麻糊。那么现在到了国外之后，我现在在加拿大，吃过几种黑芝麻糊，我发现有一种台湾产的黑芝麻糊口感比较好。今天呢，我想把它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就是也去买一下试一试。这个芝麻糊在加拿大的中国超市可以买到，我是在这面的 TNT 超市买的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芝麻糊是什么样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就是加拿大买到的黑芝麻糊，它的品牌呢是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品牌是 TNT 大统华特制黑芝麻糊。这个黑芝麻糊呢，产自于台湾。它的好处呢就是甜度啊，和它的搅拌然后冲制之后的粘稠度还有它的香度都比较好。那么呢，下面我们就来试吃一下。下面我们来进行一下试吃。这一袋黑芝麻糊，一大包包括12小袋，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12小袋。首先呢，我们呢把这个小包装给它剪开。倒在一个小碗里头，首先呢倒一点凉水，不要倒多，少倒一点凉水，先把它搅拌开。搅拌开之后呢，我们再倒入热水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，冲制出以后的黑芝麻糊，它不会结成粒状的物质。凉水先把它搅拌开之后，我们再倒入热水，这一步骤很重要。倒入适当的开水。它充分的搅拌，这个芝麻糊就冲制好了。下面我们来试喝一下，可以看一下这个黑芝麻糊。粘稠度正好，香气也很好，非常好喝。黑芝麻糊我们就冲好了，它这个步骤大家一看也很简单。那我来试喝一下，可以看一下。非常爽口，甜度和香度都非常好。我们在工作学习的之余，冲上这么一碗黑芝麻糊，解除疲劳，增加营养，非常有益。
喜欢的话，大家可以去附近的超市买一下，试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